Hi everybody, what's up? And this is Muscle Man made in China. And this morning I just posted a video, but it was banned by the platform. And I talked to my friend, and the friend suggested me to make a happy video. Okay, now I'm gonna make a happy video. 那首先在这个开心的视频做这个开心视频之前呢，我要先跟大家说，做这个视频首先第一个是为自己这段做视频的一个庆祝吧，因为200条一个整数，中国的习俗。还有一个就是做这个视频呢，也是希望能给我的这位朋友呢带去一点开心。那咱们说开心呢就开心，要做有质量的高标准的开心，不能做那种廉价的低质量的开心。大家听这个背景音乐啊，这他妈是健身房给我节目做气氛吗？你看音乐配的这么不正经，马里奥混音吧，听见了吗？这看来真的是要开心的节奏啊！这个经典，这个经典。欧了欧了，必须开心，必须开心，咱们今天大家开心一把。首先第一个开心，那就是要大力出奇迹，继续跟大家展示我最近特别洋洋得意的暴力上岗。开心的事就是坐在我最喜欢的位置上，一会儿就要吃着我最爱的面条，看着我心爱的摩托。这对我来说也算是一个比较开心的事情。然后其实有的时候突然发现生活其实可以过得挺开心的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但是有的时候不知道，有的人经常会脑子一下扭不过来，然后就本来今天早上我的视频被取消，我就感觉但是后来其实回头想一想，其实这个并不影响我任何生活，不是吗？然后当我想到这点的时候，我就又开心了。因为你会发现，其实很多你追求的事情可能根本就影响不到你正常的生活，然后这个时候你慢慢慢慢你的情绪就会调整过来。这回到家感觉邮箱可能会有什么小宝贝儿，然后看一看有没有小宝贝儿。哒哒哒，你问我是什么，其实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感觉好久没有清邮箱了。我们顺便说一下，我小区的锁终于修好了，靠，之前居然这个锁是坏的，我疯了。哦，不止一个小宝贝儿，哎，不止一个小宝贝儿，一二三，哎，四，嘿，靠，还有这么多垃圾，还有这么多垃圾。好，先不方便录，回头再给大家分享哈。然后来给大家看看我刚刚包裹都收获了啥，然后经过努力，然后这个我已经贴上去了，这样倒车，就可以看见后面的路牙子了，还是蛮开心的。然后还有一个就是，哎，这一下子这个逼装的就大了，一台普通的科罗拉就变成感觉非常运动。有逼格，有没有？然后最有意思的可能就是我收到的这个小钥匙扣，这个是我哈雷摩托车的钥匙盖子，
这个觉得是特别有意思的，然后金属的，一开始差点以为装不上去，然后后来装上去了，感觉还是蛮不错的，严丝合缝的。所以说今天跟大家聊了这么久，就是不是说聊了这么久了吧，想做一个开心的视频。其实有的时候开心真的就是生活中一些点点滴滴的事情，当你天天面对着自己喜欢的事，对着自己喜欢的人，你就会自然的开心。然后即使有的时候你在付出，感觉生活很辛苦，但这个其实不就是生活的意义吗？所以说今天跟大家聊到这里，大家了，休息一会儿，开始弄视频，拜拜。